小心的。大鱼无限的视频你看了几次？这场我看了三个那个唱歌的视频。啊，就三个视频都看了是吧？都看了。你有弹幕刷到没眼看了吗？你太逗了。感觉害羞吗？看的时候。被傻乐。为啥？大鱼是 B 站常客。没有啊。我只是。没事，苗苗。以前看的时候，后来有段时间就没怎么看，然后最近两天看了几个视频。看的最多是不是无限的？啊？看最多是不是无限的那些？没有啊。无限那个确实。大家因为知道你要去看，所以不停的疯狂的刷弹幕。为什么要知道我去看？因为你之前上次前一场的时候，你说无限的那个，你说看过吗？然后大家都说你期待这个，所以大家都说你会去看，然后大家在那边疯狂的刷。所以说弹幕那些那叫弹幕还是弹幕？弹幕刷给你看的，都是故意的。对。啊，我都好多人抢你，累了弹幕。哪有啊？对啊，都是你。不都是故意刷的吗？对啊。所以说，都没有啊。没有，其实都是真心的。我在东北见过最大一次雪，那个时候是我差不多有6岁吧，6岁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在我姥姥家住，我姥爷早上的时候，他要起来去扫院子，就是外面下很大雪，那个门就推不开，然后把我的舅舅什么都叫起来，几个人一起把这个门推开，他们摸到这个位置那个雪，然后我6岁啊，我那时候很矮了。天呀！林宇，什么时候公布一下你小时候的照片？需要找的呀。想应该在老家，在老家看。录一些节目啊。因为你过年回老家吗？回啊。回天津啊？天津还是回东北？回东北。行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你大托盘我带了。哦。再摔了我不服你了啊！谢谢，大鱼，我会骑的，谢谢。大鱼，很冷，来，当心，来，当心后面，来，当心后面，别了，别了。大鱼，真鸡巴的，不要跳，抢不到。不要他妈，这妹子。来这边不要聚集啊！来，当心，好，谢谢你，我不用说了。我知道了。回来，航哥，大宇。估计是那个人吧？不相信。知道了，没事。先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别送进去。那时候我哭了，谢谢你给我点赞。这是我辛苦的一点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物流村的。大宇，我们。我请了收车的。什么帮人呢？你收一下好吗？来，这边通道让一下，我们上车了，来。当心后边柱子，来，当心，来，当心后边柱子。